今天是旧金山的狂欢节，2022年的狂欢节。Mission 街这块已经封闭了，我顺着 Mission 街往前走，走到24街，之后再往 Bryant 街那边走。现在应该已经开始了，现在已经10点了吧，9点半好像开始啊。啊，今天做了充分的准备吧。本来想吃东西，但是也没吃，没吃东西啊，就，带的苹果，还有一些膨化食品哈，放的膨化食品。前边路口人们在那儿等着呢，往前走。今天挺热闹啊，昨天是预演，昨天是。前面24街，在喊什么呢？那个人，今天戴的这样大的这个遮阳帽哈，大遮阳帽、墨镜啊，都戴上了，手机也带的比较充足，又带了一些吃的。你看白天它这个路灯还在亮着啊。这块已经有人在这等着了，已经开始了，应该是24街吗？这是，往那边走啊，看看。想起了庆祝中国新年的大聚会啊，想起这个情景了。这么多人哈，是挺热闹。人们早早在这就开始等着了，他们带的这个折叠椅啊，在这等着。这边是地铁口，24街地铁口，这些人他们在吃色拉。还带着雨伞的，中国的雨伞啊，江南的雨伞，还有小宝宝。哦，excuse me，拉丁小女孩，这个妹妹身材不错啊，穿着白上衣，这个拉丁人啊，这边都是拉丁人比较多。我现在往上游走啊，往上游走。这边是他们的烧烤摊儿，天还是有点凉。你看人们穿的衣服，有的还是很厚的穿的。这位女士穿着棉衣呢。旧金山的夏天就是这么凉。好像开道的车过来了，过来了。过来了，这样的老式的车，这个车开到。大美女在上面坐着，
以迈着老爷车。雪佛兰。老爷车车队。这是他们的高光时刻呀，哈哈哈，他们在招手啊，老外。还挂个自行车后边。在招手啊，后面有个车在蹦啊。老爷车，先过去一波，有一个还带升降的这样的。一边走一边蹦的有一个哈，然后这边也过来了，这边，故意的绕着圈走啊，就 S 型走啊。那边还有吹水大炮的，这个美眉都是纹身啊，身上壮硕的胳膊啊，粗壮的胳膊，上面全是纹身。这是墨西哥人啊，中南美洲人，他那个种族特点啊就是这样。挺热闹，不亚于旧金山庆祝中国新年大游行哈，不亚于那个。1965写着。往前走走，这两个妹妹自拍呢，两个妹妹。往前走走，看一下沿街的这些观众啊。你们有不少戴口罩的。还有一些小朋友啊，这边来了一个车，这个位置不好啊，这个位置挡住了，写着 Mission 区。他在抛这个项链，给大家抛这个项链，哈哈哈哈。有一个女的过去捡去了。帅哥，这个车像个大鱼一样，对吧？都是比较长、比较管、比较扁的这个车。又过来一辆，
拉丁美洲人。雪佛兰，有不少都是雪佛兰这样的老爷车。一个妹妹开着车，哎，这个车挺漂亮，可惜就她自己呀，车里边没有别人。过来一辆，这个车的车尾巴拖着地差不多。哦，这个身材挺壮硕呀，这人。这有个大美女，也有一个中南美洲的，雪佛兰，黄色的雪佛兰，它这也是车尾巴拖着地带着，都是前面翘着，后边拖地。啊，这个斜着走，三个轮走啊，哈哈哈，哦，落下来了，啊，降下来了，哈哈，这个颠的颠的这个。颠的颠的，哈哈哈哈哈，三个轮走，哈哈哈，都来了，这帮家伙。这是个白人。闪亮登场，这个是工作人员的车吧，这种小电瓶车在拍照啊，这边这是三个轮，侧着身子，站立着身子，啊，落地了对吧，啊，三个轮走啊，这边把前盖摘掉的，前盖摘掉了，哈哈，这个是把后边那个箱，皮卡的箱给它立起来了，各种创意啊，那个车前面有一个记录仪，在一边走一边录像，还有小宝宝，往前走走。这个小孩穿着棉衣呢，为了御寒啊。巨人山的夏天太凉了。这有个大美女啊，这块有一个。这个美女身材不错啊，这个妹妹。警察也在这儿维护着秩序，警察。
这个小孩戴个耳罩，有一个小娃娃，小婴儿。然后这个狗伸出狗头，伸出狗头。老爷车挺多，但是车里边很宽敞啊，车里边。这是鲜红色的车，车的侧面有这样的徽标，这样的。
这个女士挂着好几个项链，捡的项链就是游行队伍送的甩的项链，我以前也有好多，后来都扔掉了，在绿帽子节的时候领到的。加州共和国 California Republic， 加州州旗是个棕熊。然后有时候经常这个加州州旗这样的熊，这样的。这个尾巴是翘着的，这个尾巴，是吧？这是翘尾巴车，一般车尾巴是低着的，它是翘尾巴。车前边头是扎着的，尾巴是翘的。看这些老爷车能参加都参加了，都闪亮登场啊。这个车一边走一边颠的，这个小车挺好看啊，挺别致的。这个车外边带着音箱，小娃娃，亚洲小娃娃好像是，拉丁小娃娃吗？拉丁人跟亚洲人有点像。三个轮走啊，这个皮卡是带盖儿的，盖住了。啊，后面还有骑自行车的队伍，啊，这个车慢慢升降啊，黑色的。带着小宝宝摇的有一个。自行车方阵，这种小好看的这种自行车，特制的自行车。
这个大美女坐在车上了，坐在皮卡后边了，戴着一个面具骑自行车，这个人。好，赶紧。这个卖玩具的，卖零食。这样的小车在这儿，卖各种小孩的雨伞呀什么的，小玩具什么的。穿多了，我应该把这个夹克衫脱了，有点热了，有点热了。啊，他卖的这样的装饰的这样的花环、面具啊什么的，小孩子比较喜欢这种的。我把这个马甲应该脱了，不是马甲，是那个。热了，只给大家扔那个什么项链啊，让大家自己抢。我把夹克衫脱了。然后还有这个检测新冠的这个试剂包，检测新冠的，如果要项链伸手要，他就给你扔一个啊。这是花车，这是，然后这是，哦，这个妹妹还不错啊，身材。花车，旧金山的缆车，100多年历史了。然后后边是印第安的这个，印第安的这一系列。拿着香炉，啊，不错不错。
这个是美国印第安文化中心。印第安人在美国的地位还是很高的，因为他们是原住民嘛。